我是简简。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分享近期我很喜欢的几条非常的仙女也非常显气质的连衣裙。在这个季节了，就是快进入秋天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连衣裙，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不是很实用，但对我来说，我秋天特别喜欢的穿法就是穿一个连衣裙之后呢，外面可以套自己喜欢的外套。首先呢，就是我身上的这个第一条裙子是我带去了大理穿的，它的这个小设计我特别喜欢，就是有一个露背，就有一个美背的效果，整体看起来就非常的有气质。搭了一个这样子的粉色的西装外套，和这个裙子其实也相当于是做了一个呼应的，套上穿的话整个也是非常有气质的，气质姐姐的穿法。这一条裙子呢，问我的姐妹真的非常非常多，穿上身的感觉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丝绸质地的这种感觉，所以非常的显高级。它在腿部这里做了一个开叉，就显得很 sexy。像这样搭一个黑色的外套，我的耳环呢是配了这样子一个非常 bling bling 的耳环，有气质的一个姐姐的感觉。